着了。你们一下都睡着了吗？贴好，我这只眼睛没贴好，今天眼线也没画好。今天这眼线画的最好看，这眼线没画好，画的有点粗啊。没关系，我喜欢粗一点的眼线，我喜欢粗一点的眼线。没事，我本来就有大小眼，宝贝，没关系。就大小眼没关系。我一直都有大小眼。什么叫什么都要啊？天哪，我这嗓子。眼睛、耳朵都有。感谢。
哥哥，谢谢哥哥，感谢哥哥，哥哥尝一下口，一盘黄瓜，感谢宝贝啊，谢谢宝贝。昨天我被扣分，因为斗气也被扣分了。今天，从今天开始以后都不能做斗气眼了，斗气眼也不能做了。为什么上次送了个身上刺的有一个是重复的？有一个，是一个一整个文件夹，还是说一个其中的一个，还是一整个文件夹？宝贝啊。没也做不了，哥哥都做不了了，现在就已经严格到这种地步了，就你再找一下，我给你重新补一个好不好？我给你重新补一个。这野鲜花太长了，感觉没呀，斗鸡啊这些都不让做。它统称为这种表情叫做高什么脸，就 GC 脸，宝贝哦，统称这种表情叫 GC 脸，所以说他不让做了。昨天他说我这个 GC 脸的时候，我有点汗颜，我说我怎么会做这种呢？然后他说哦，原来是因为斗鸡眼，斗鸡眼不让做。斗鸡啊，白眼都不让做，统称为 GC 脸啊，做不了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宝贝呀、啊。哇，感谢我 K 哥哥的这次环节，也太好了吧！花开哥哥，退出重新进来，宝贝啊，退出重新进来，对不起啊，误伤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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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退出重新进来，找一下小皇冠就可以了。谢谢我 K 哥哥的这次环境，你太好了吧，感谢我 K 哥哥。没有声音响没事的啊、哦、这破嗓子就这样的，晚一点就好了。帮我举报一下他，徐宇哥哥，帮我举报一下他好不好？他太坏了，老是用我的录像，有两个主播，太坏了。好了。感谢许先生宝宝的上车，谢谢宝贝，宝宝也太好了吧，谢谢，安妮感动，感谢宝贝，谢谢宝贝，宝贝找一下弹幕可以的王冠。喜欢我，宝贝，没有多少人喜欢我。
喜欢我，再给宝宝找一下弹幕扣一顿房款。喜先生宝宝，找一下弹幕扣一顿房款，找一下弹幕扣一顿房款，给他发一条私信就可以了。感谢宝贝哦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你们没有地方扣了吗？你们是啊？啊？怎么主打一个就在弹幕上扣是吧？没地方扣了对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没有地方扣了吗？啊？我这在抖音。发现有人盗播了，麻烦帮我点点举报好不好？帮我举报一下那个人，拜托拜托，求求啦！谢谢宝贝哦，宝贝辛苦了。哦，不是我的小号，我只在斗鱼，哪都没有去，只在斗鱼。那个不是我的小号，大家不要认错了，大家不要认错了。感谢宝贝啊，谢谢宝贝啊。最心动的没有，哥哥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新的事情，现在很多事情不让做了，没有什么事情都不让做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乖，这样看我好胖，这样看我好胖哦，嘎嘎有肉。没有什么其他视角了，很多都不让做，宝宝，就现在。管控严格哦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这几天我们就安心睡觉觉，好不好？安心睡觉觉哦，安心睡觉觉，好好睡觉，要听话，知道吗？哦，好好听话睡觉。立刻马上啊，宝宝，你们要找他吗？我再给你发一个，宝宝，你看一下，给你发过去了。需要找群主，宝贝，需要给群主发一条消息就行了。
军情，受不了军情了。我们想听军情的歌，可以飞机火箭支持一下。好的 ，OK 哥哥，晚安。不能做动机哦。晚安，晚安，爱你。现在剧情都不让讲了，都剪不让做，宝贝，昨晚都剪扣分了，说我们鸡飞你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，对吧？跟大哥说晚安，我很胖的。我胖的，确实胖，确实胖，不要介意啊，不要介意啊，哥哥。不过，胖有胖的好，瘦有瘦的好，对不对啊？你也不希望铁钉撞水泥吧？是不是啊？嗯，铁钉撞水泥，你又不是水泥钉啊，撞水泥怎么撞啊？眼睛耳朵都有哥哥，眼睛耳朵都有哥哥，可以支持一下宝宝，眼睛耳朵都有。你也喜欢柔柔的，我也是。有什么可看的呀？我这腿啊，我这腿稀巴烂了。三叶宝贝，得是这你啊，这两个都可以，直播间看不了，直播间都看不了，宝贝，不让做，不让做。区别是20和100的区别，就20个和100个的区别，然后20个的不更新，100个的永久更新，永久好朋友且一步到位，区别就这个。宝贝应该已经直接一步到位啊，直接就
你可以再给我发一条消息喵，可以再给我发一条消息喵，应该是回了，但是可能，6:42找我的是吗？好的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哦，忙去了。这个点我基本上在吃饭，六点来钟我在吃饭。好了，给你发过去了啊，发过去了。我可能这个都给过你了，11月的给过你吗？给你发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找我就行哦，基本上找我都行。我直播的时候找我也行，我有空的话第一时间就发过去，没空的话下播一般都会安排的，大家放心好了哦。在我这永久更新，必是永久更新，你放心好了。乱乱飘一过弯，哥哥五个，或者直接这个也行。五个飞机或者一个火箭都是可以的。哇，给所一哥哥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哦，感谢哥哥。哥哥也太好了吧，哥哥。恭喜老板喜提100步啊！哥哥找一下带门口一的放过。渭南风月哥哥，你要稍微等一下，我还在上传当中啊，可能有点慢啊。感谢左一哥哥，哥哥找一下带门口一的放过。发过去了，发过去了，你等一下就行哦，有一点，他需要点时间上传。传过去，你们接收一下就好了。哦，发错了。你们可以等5分钟啊，或者10来分钟再去接收就行了。有点小小的延迟。左一哥哥，找一下弹幕空一的房管啊，感谢宝贝，宝贝也太好了吧！谢谢哥哥一步到位啊。感谢哥哥一步到位。这样都不知道我穿了什么衣服，真是无语了。这样还能看到我今天穿什么衣服了。